太模糊了，长得挺好看的，是那个美女素。小黑猫是他家那个前面那个那家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好品种，是一个 Maine Coon。哦，不是 Maine Coon， 刚才纱窗给弄了啥呢？那你让待着呢，逮那小鸟，小坏猫。不怕人。他知道你在呢，不用敲，不会看你。这个角度最好，都不好。转头了，哎，这个喵，哎，他听到了，喵，喵，喵，妈，我没给你吃这个菜，因为你昨天吃的菜胀肚子，知道吧？就不给你吃。那也好，那也好，那面米好。